9月7号起2023竹山政觉寺大四夜文化季将热闹登场，为期三天的活动有许多精彩节目，本日院方也召开记者会来做宣布，欢迎民众前来共襄盛举。大四夜文化季日期在我们的这个国历的9月7号到9月9号，我们的梅州妈祖还有白沙屯妈祖全程住驾做客在竹山政觉寺，一点较平稳，所以我们有扩大举办，所有的美食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，所有的团体表演我们都也特别的规划。9月7号这个第一天开锣仪式的下午5:30的时候就有一个彩介活动，第二天有一个宝贝的比赛，一样三天都有摸彩，9月9号第三天有一个这个旗舞99的健走活动，让大家知道说宗教文化也是健康的，也是趣味的，美食、娱乐、宗教文化洗礼，通通在政觉寺等着你的参与。大四夜文化季每年都成功为地方带来人潮，促进发展。先院姚浩也感谢政觉寺规划上的用心，他也再次感谢蓝志文主委一直借由宗教的发展来带动地方的观光。在这一连三天的文化季的活动，大家千万要把握。还不仅竹山证明大家可以一起走出来参与采节与践行，那来参加晚会，还甚至来共沐神恩。那而这一次的话，包括湄洲妈祖跟白沙屯妈祖也全程都住驾，还来这里一起守护我们的证明，还一起来支持我们的文化祭。今年疫情解封，大四夜文化祭将会更加热闹隆重。先月五日方也邀请民众一起前来参与体验。办了较无同款吼，比往年吼，也阁会阁较闹热吼。爱记得哦，九月初七、初八、初九这三天吼，我们竹山的迄个正甲市的头前街文化局的摊位吼，大家能够共襄盛举吼，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吼，这个文化季吼，非常热闹哦，等着你来哦。议长何尚峰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，也邀请民众到时候都能够莅临竹山参与这场地方上的年度盛事。记者卢玉凯竹山采访报道。